不欢迎你，快走。拿着吧，没事儿。不要走。你走啊？去了，星星。我现在已经不是吃什么的员工了，好像没必要回答你问题吧。你好像也不是这里任何一个人的朋友或者亲戚，也没有必要留在这里吧。还是说你希望我报警？正好之前你剪辑发布涉及我隐私的事，我也可以追究一下。克兰，我心里还有你啊，那个产品你记得吃啊。哎，干嘛呀，都说了不要不要，赶紧拿走，真晦气。哎，今天我女儿周岁，你们全都留下吃饭，一个不许走啊。我是来找你的。哎，时候也不早了，我就不留你们吃饭了啊。出去的时候记得把门带上。